哇哇来了。虽然天气有点热，但是丝毫不影响。第一缸，OK， 第一缸没鱼。第二缸，第二缸没有。第三缸，OK， 换个位置。感觉不太妙啊，这里。完了，这位置是不是被人扫荡过了呀？不应该呀，五一的时候很好钓的呀。现在到我五一连杆的位置了，完了，今天不会要空军了吧？哇哇来了，OK 还不错，来了，我操，哇这更大，这哪里，又是熟悉的感觉。不错不错，连杆了，
应该还有。还有。哟，来了，没咬到。哇，哎，咬了好几口没咬上吗？可惜，又一口。命中率太低了呀。我操！这么近个头，这条稍微小一点。再来，哇，下去就吃。哎呦，好了，这条不大。哇，这个大了，这个估计得二两起步了。我去，这条漂亮，我去，这条更大了，我操，这条千万不能跑。再松一点嘛，毛到了吗？好像是毛到的。
哦，好像不是。毛到了！哇，说的怎么这么大？毛到肚子，这条也不小。这条也不小啊，好像比刚才那条更大一点。刚刮下去就中鱼，这条也不小啊。这条也不小啊，这条可以，我去，又来一条，哦，别跑。还有啊，这里，我去，这条也不小，脱钩了，我操！可惜了呀，跑了一条，可能这的鱼都跑了。我去，这条大，